来我酒吧点什么样的鸡尾酒，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请讲，聊聊。点莫吉托的都是酒吧新手，点金汤力的都是有选择困难症的人，点水哥都是和调酒师有仇的人。还有这种事儿？酒吧啥事儿没有？点教父的都是有故事的人，准。点玛格丽特的都是失恋的人，不明白。因为这个酒是为纪念失去的恋人而创作出来的。嘿、哎，挺有玄机。点马提尼的都是有品味的人，何以见得？因为我喜欢呀。大哥，我还能改吗？那你下次喝的时候跟我说 Martini shaken, no stirred。